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小提琴的独奏是赛芝的学生协奏曲第1号第1乐章，掌声鼓励。
我想各位都知道，我们如果去听一场演奏会哦，一场音乐会哦，对，价钱大概是多少？我想，边几千，买贵吧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有人讲你开话多？